幅個價幾添都好，唔使殺身咁多。嗱日啦，可能啊鄧亮啦啲啊，鄧亮慢慢慢慢啦，一係慢慢高升啊咁啊。新娘李淑贤是慈济志工，一直鼓励家人如素，自己的素食婚宴也因此获得赞同。新郎孙传凯则是生长在慈济家庭，求学时代曾经参与慈亲，如今两人共结连理，透过蔬食喜宴与大家分享他们的喜悦。